这个是一个泡泡，那里有一个磁刻，可以用磁铁把它夹住。然后啊，它这里还有一个拉链，里面啊有口袋，有两个口袋啊。接下来呢，这里旁边有都有两个可以放水壶的口袋，那里也有一个拉链。这个网子有这两个口袋，旁边也都有两个口袋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口袋啊。然后还会附这个啊，拿起来。接下来换这个包包，前面是一个可爱有耳朵还有嘴巴的，这里有磁铁，打开来里面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，这里面可以放面子哦。这旁边都有放水壶的，然后啊，这里面跟刚才一样，这里都有口袋，这里有口袋，这里也有口袋。然后啊，这里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，然后一个磁扣。然后啊，这里有这个，按一下中间这里，它就会打开，然后把它穿进去这里，它就会扣起来啊。